话说我稍微吐槽一下，他们说这里有没有叫做禁忌之地啊？不过你们就一条路直直走上来，哪有什么禁忌之地？通常禁忌之地有没有出来，可能有没有一个小小巷弄啊，或者是干嘛的？よし、私の番だね。忍不住想吐槽。そこ、さあ、始めましょう。biang biang biang， 他在你面前。biang biang biang， 小飞，烂炮兵。这太慢了吧！行こっか。排除する。现在都射得中。人家在你面前了，那边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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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ang， 干个屁！感受到危险，气囊会爆炸。是不是死了会？自爆呢？不会不会不会，看来是主动型的爆炸。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。こちらこそ、助かったよ、ユナ。云姐还是黑兔好，黑兔无限好啊！只是想说刚刚还没换到他，偶尔用别人。吓到亚修都跑出来了。任せて。私の番です。サーチモード起動。不想多想了。詳細情報。我的心非常的受挫。さてと。僕の番だな。行こっか。最好就打中哦。戦闘終了、先に行こっか。我没有在玩呐、啊，我就射他射不中，我就要换人呐、啊。我就要换人啊，我换按错键哦。我刚按到这个啊，按这个后面是这个有没有？啊、前面才是换人。私の番だね。さてと。我整个吓死。而且我第一反应已经很好了，我有往后跑了，然后跑，因为紧张，我还忘了跑步键是哪一个，我好记得好像我还先按到走路，哇，崩溃，人生好难。输给小妹妹的打击，真的，小妹妹好强。よし。私の番です。サーチモード起動。让我看看。解析完了です。属属性，这跟之前的甲虫差不多。用魔法打。风会怕吗？会，更怕火。阿克斯。私の番だね。行くよ。行くよ。は。
嘿，さてと、在下。そこです。もらい。よ。よ。开始神志不清了。我无话可说。耶、yeah, 还充能。戦闘終了，先に行こっか。先に行こっか。好了，我们小飞还是很可爱、啊、我们不要因此唾弃他、啊。只是以后在原野，我不会再让他登场了。我说偶尔让其他人秀一下嘛，秀也不行。Q Q。哎呦，考验箱哦！加持完了。是谁的？73等，亚修跟黑兔，我觉得是可以打。直接储存，直接上，来吧！希望不是那个甲虫的就好了，甲虫的好硬哦。只能用魔法打。強敵です。注意してください。無駄です。这一只我是怕一件事情，怕他会不会有即死效果。加五十，就用这个。定心破坏者。啊！こいつはおまけだ。放了用。命令油断大敵ってな。私の番です。STR两回合上升。サーチモード起動。詳細情報ゲットです。黑雾的狩猎威力十分惊人。啊，吐火！被烧啦！水。怕水属性，水当当，哎呀，我无啊，我无啊，换火地或换，哇，我无啊，我那拢无啊，就加加就好了，让亚修爽爽玩。さてと。アークス駆動。は。对不起。OK。两回合。晚点再用吧。直接继续一直空虚破坏者就对了。油断大敵ってな。崩れたぜ。全力します。さてと。你说为什么黑兔的魔法这么少？因为没有，也没有获得到很多的。跟魔法有关的、啊、哇，连续两回合呼叫首先啊，俺の番だな。只要打两个全体来吧，勇士召唤，感谢大章鱼各种礼物。火焰箱还可以召唤这个，没有，真的爽。哇，有暴击，有擦，会痛。好了，基本上赢了。
レッツ。そこです。もらった。俺の番だな。さあ、やるよ。こいつはおまけだ。ほら。油断大敵ってな。チャンスだ。チャンスだ。さてと。最後一击。轻松过。もらった。しかし大したチビウサだぜ。アッシュさんの仕込み武器も大概ですが。他说：“哇，没想到你真的这么矮啊！”那他就说：“亚修，你去死吧！”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各種ステータス。あ、プレス。考验过亚修的耶。他亚修对他说的话感觉蛮像的吗？低着头看他，完美翻译啊！哇，这里的怪都好多，要侦查的。直接吸风起来。没有乱翻啊，真的啦，他内心这样讲啦。Yeah， 私の番だね。也是，慢慢的来赚一下 CP。行くわよ。直接嗨起来。私の番です。蝎王，解析完了。不会让看上的猎物逃掉。他怎么？那蝎王怎么只转转个向而已？感谢大当你的礼物。连续猛攻，多打几下。私の番です。怕风哦。アークス駆動。僕の番だな。霍特拔，ブレイクバー。行こっか。六千，没有想象中的痛。趁伤害加加，一起上。私の番です。今です。もらい。你在尬礼物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任せて。借各种礼物。最后一集。これで終わり。无伤解决。なんとかついていけました。合わせてくれてサンクス。无伤加零点二，所以其实真的无伤，还不错。よし、やったわ。まだまだこれから。谢谢大家。悪くねえな。我明天也会抽很多给大家。抽抽抽。お宝発見。风纪之刃，那一只也没有，所以我们也要打。哇，我们的战斗都还是取决于要侦查。有没有死亡蝎？一次打三只，爽！サーチモード起動。解析完了です。会利用在水中锻炼出的